观众朋友、亲密朋友，大家好。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电视节目，为各位棋友带来的是2008惠州华轩杯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的精彩对局。那么首先带给各位棋友的呢，是来自黑龙江大庆游艇设计院队的棋手聂铁文对阵广东惠州华轩队的棋手张雨婷的一盘棋。那经过了22场的这个激战呢，最终的这个广东的惠州华轩队的，在这个吕钦少帅的率领下啊，有这个许云川呀、这个庄丽婷啊、李洪佳等等这个大将的这个精心的这个配合下呢，最终是取得了冠军的好成绩。嗯，正好呢这个也到了这个年底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参与了我们这个闭幕式，我们先来到闭幕的现场看一下。这个是最终这颁奖的仪式上的这个镜头，就是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刘思明主任呢，在致闭幕词，这是象棋部的秘书长刘晓芳女士。那这位就是本届惠州华轩杯的赞助商李慧雄先生，这是赛场的场景，北京蒋川体育队的蒋川对阵谢奎哈。嗯，赵欣欣，那这些名字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这就是他们比赛当时的一些神态表现。汪洋对阵孙永征啊。嗯，就是说本次比赛呢大家呢这个也下出了很多的精彩的对局。对啊，大家可能已经在今年的这个电视节目当中看过不少了。湖北队的李雪松啊，那这次象甲的特级大师胡荣华老师也披挂上阵。广东队的许云帆啊对阵河北队的苗立明。嗯，好，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对局来看这盘棋。这盘棋呢红方先走先指路，先指路、黑方卒底炮。嗯，红方还价当头炮，黑方向三进五，接下来红方走了十六进五。对，这个十六进五这个棋呢是比较老的这个走法。嗯，最早走这条棋的呢是浙江的这个陈耀坤啊，这个陈老师有这个小诸葛的这个雅号啊，他也经常在布局上呢有些创意，对这个布局的体系的发展呢也做出了相当多的这个贡献。嗯，那等于后来这个十六进五随着发展呢也是被一些棋手所接受和认可。嗯，补士的这个好处呢就是缓解了黑方这个卒底炮的对直接威胁，直接的以后这种这样你不能充足了。 嗯当然呢红方在跳马的时候呢也要顾及黑方这卒底。对对对，你跳正马也是要有所顾及啊，这是等于红方呢尽可能走的想攻守兼备一点，对，并没有采用这种急攻。我们看这个变化怎么样，黑方走马发进七，庄丽婷呢应该说他的这个棋艺风格啊独树一帜。嗯，他等于也是这个业余选手出身哈。对，他没有进过这个科班的，也是在水平很不错的时候才进的广东队，加入了广东队。也是他在青年的时期才进的广东队，不像很多这个专业棋手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了这种专业学习。一般棋手呢都走足棋棋。嗯，那么庄自大呢他有他的对这个棋的理解。嗯，啊他足棋棋不拱，这个时候红方啊当然也可以出局。那么叶铁文看到有拱这两头蛇的机会呢，他还是满怀信心的呢拱起了这个双兵啊。对，以往呢就等于黑方走花兵九表路，是这是一个在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流行的一个谱。对啊，因为你红方两头蛇起来了，黑方这个平边炮鸣车也是比较符合棋理的一种下法。黑龙江队呢特别是赵国荣赵老师呢对这个阵型呢非常有研究，比较也是比较偏爱，他曾执红旗呢战胜了啊很多这个名将。嗯，他走这个炮八平六，然后将来炮八进七五六炮双正马，可能庄丽婷啊也对这个棋比较了解。对，想到这个黑龙江队啊这个是比较研究有素的布局。嗯，所以黑方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十四进五。哎，十四进五其实应该说这个叶铁文拿这盘棋就是直线手补了一个士，应该说对这盘棋应该准备也是比较充分，而且我觉得他个人也是比较用功的一位棋手。嗯，那对布局的研究也是自己相当的一些见解。嗯，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红方走车平二，这时候再走车平二，然后黑方呢非常出人意料的，对，他这时候下了一个炮三进三，非常冷的一招棋。嗯，黑方呢他的意图呢就是
补是补相之后，他阵型已经厚实了，相对来讲啊结实了以后，嗯，然后就着手反击。对，庄伟霆的下棋也是比较有激情，对，而且确实呢跟大多数流行的棋手走的这个方向不一样。对，他在不怎么流行的变化当中呢，经常啊给人一个出人意料的这种招法。跑到进三以后呢，这个棋局进入了非常陌生的这个领域。没错，这个盘面大家都不熟悉了。那红方凭感觉走，主要这个压进。对，这个压进也是感觉当中的正招。嗯。黑方马上进三，这炮打打出来之后呢，它可以双正马。对。加强中路的这个防御。而且双正马这种棋啊，就是说一旦这个卒三进一挺起来，这是黑方的权利嘛？就黑方这个局部的。这个形状也是非常不错，对，但是它的唯一的弱点可能自己七路马有点弱，左翼对，稍显呆滞。嗯，不过红方补了这个士呢，虽然这个七路马有弱点，但以后总是有，即便你车二平三吃，就是它总有炮八进四。这车二平三现在还不成立，对，这个车就是封压。嗯，什么时候吃呢？得看人家都有这种炮八进四反击的手段，所以黑方在这个左翼并不害怕。对，按照常理来讲呢，红方应该考虑炮八平六是吗？或者跳正马。嗯。就说红方应该动这边的子儿了。对，嗯。但是聂铁文呢，他也是对付这个庄伟霆的这个别墅新材呢，他也来了一个啊，别有新意。他也不动这个大子，他去飞象去飞这个炮，捉这个炮。是想呢借这个机会呢腾挪一些先手。嗯。当然，这个双方由于脱离了常见的棋谱，对，那就是见招拆招。就是他这个棋，像你刚才说到，你比如说跳正马，他可能是可能有点担心，那他就是压住对出来了吗？但是他可能想，就是我腾挪一下看，如果你退，我再跳正马，就是如果你进这儿，我还有多一个拐角等你，那肯定不好，对呀，走后手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招棋有他自己的想法，嗯，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看。这样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化？啊，对，但是这个想法其实也是个后手，就是他这边有一个黑方一捉，先手捉。凭感觉上来看，黑方应该比较乐于对对，黑方愿意这样想。尽管有些战胜机会吧，但是呢，毕竟红方这个大子呢要取折。对啊，嗯，那现在黑方也只能走这个炮三退一，没有其他的。他这个七路炮也牵制着这个马了。对，就这个棋局呢，本来是一个互缠的，较为平稳的，现在变成呢，这个局面呢就是。双方都有点机会，就是红方以后的手段可能就是愿意哈，比较乐于把这边处理掉，然后那边对黑方有一些封压，那黑方呢可能多了一个卒，嗯，怎么协调看后面的这种。红方也有这样的道理，因为你看红方这个子弟都比较灵活，对，啊，比较开朗，这个马没有问题了，这个马其实也不错，有一点别扭的，但是我以后要是找机会对了，这个马还是个活马，嗯。那么黑方呢看到这边这步输的，哎，对，赶紧对车平炮对车，嗯，那么红方走的也比较强硬，嗯，把这卒杀掉，黑方在车八进二保住，红方在兵五进，他准备哎，红方这时候下的很强，因为红方不走兵五进，这个马就没有出路了。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就直接对了算了？对了以后这也是个下法。但是对了，他动得太慢，他也怕将来这个打击啊，这个三路线也是有问题，担心有一点的，所以他兵五进的想法呢，就是想这个双马连上我中路，右翼也能得到加强，嗯，并且他这个一上马这中兵一冲，这个马头很，没错，而且车九平六也是富有攻势，对，那你说这个棋红方布局就是总之还是比较舒展。作为我们棋手来看呢，可能这个行家呢可能有各自的见解不同，但是作为我们观众来讲呢，这是倒是一好事。嗯，因为这么走呢就比较激烈，就会引起比较激烈的，后边有很多的战斗，是值得大家呢反复呢玩味。嗯，红方马六进五，黑方炮九平七打，红方只能逃车，黑方进马又一捉车。嗯，这些黑方呢也有反击，对，因为红方这个三路线的这个底线呀老受牵，是将来这是闷攻，所以黑方就在这上呢。做文章，嗯，红方如果平，那么黑方也可以对啊。如果这么走呢，黑方是两捉，这个不行，红方要变招。对啊，就黑方，黑方可以那个马七进八是打就是马踩车，然后马八退七，红方呢也没有太多便宜，这样。嗯，那红方呢，选择了车进二，他也希望黑方换掉，嗯，换掉他是炮一打，这是一个先手，对，叫闷攻呢。那黑方的这个炮呢，下闷攻以后这个兵五进一送，就红方非常舒展，那黑方呢这个炮呢
你看他进一步挡住车，对，那黑方也只好抛弃进二，他又不能去换这个马。那这个棋呢，就是双方啊都在啊调整自己的阵型，那么攻势呢，就对攻这种局面呢一触即发。对，那么红方现在就动手了。当然红方也可以先取个平，他也担心他一个车二进六，不，他这种棋可能还有个边上踩，就是红方呢索性呢就是放开了进攻了，对，兵母鸡一撞，那么黑方呢接手先把它吃掉，红方再取走平六。这个撞开这个中兵的好处呢，就是将来这个多了一个进车捉马的捉炮啊，威胁这个三路马炮的这个手段。这个兵线太大了，因为整个是一个通畅的兵线，所以。但是呢，你先送了这个中兵呢，那么黑方呢多了一物质力量。对，并且将来他有一个反送，总是对，所以这个棋局呢，到底谁好谁坏呢？一眼看上去呢，肯定是看不明白，算呢有可能算出故障。对，这个棋在讲这个棋之前啊，我还反复看了几遍，这双方这个战术手段呢比较对啊，对，因为子弟呢犬牙交错，都不是很规则，就是感觉是每一方都有弱点，都有机会。对，这个他的弱点是就在三路线上，红方的弱点在三路线上，那黑方的弱点可能在兵线上。中路吧。对，主要是中路。对，主要是中路。中路因为你这个车点在象眼，这个象以后可能也是一个被打击的要点。对。所以这个棋也很难讲。应该说双方机会都有机会，都有机会。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双方激战开始了。对，他二进六。二进六。二进六现在就要白吃这个马了。这个棋啊，这个整车啊，红方呢就是走得比较冲动啊，他走马五进四去了。就是我们再往前看，你说这里边还有一些变化。就是红方呢，实际上这时候还有一步出直接进，是吧？对，我觉得出车啊不如马五进六好，直接威胁这个。因为这个将来有送兵的手段。对，如果你这个躲炮呢，他可以送这个兵，把你这个马路啊放宽，这样我三路线就没有压力了，变成黑方多足，红方位置好，这么一个结局。那他肯定就要保住，对。然后红方可以把这马呢考虑再退回来，双马连上，因为这个马前进没有路了，马一回，这儿红方的阵型整了，以后炮打中兵，再炮击兵反夹，这个我觉得，当然黑方也可以接受，因为毕竟黑方多了两个物质，红方还要花时间去消灭它。这个棋应该黑的也能下，对。双方基本上机会相当，就是红方这么走呢，我觉得呢，至少他还不至于亏。这个车九平六显得，但是你出车以后呢，我们来看变化。这个棋就是黑方呢，车九平六显得好像机会更多一点。对，感觉有点慢。那黑方走车二进六，这个棋走是个先手，还有白吃你。对，那你马势必要做一个表态。这个棋呢，从实战的结果来看，红方应该这个进车去捉一下。哎，对，这是红方。还是应该进行这个交换，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走法。那还是他可能就接受了，接受他就吃呗。对，这儿双方呢，就说对黑方呢也有一定的这个考验啊，因为你要是冲的话，他可能当时比较顾忌去冲，但是冲呢不一定成立。啊，你再吃，举二平五砍，啊，这里边你看这个变化也非常复杂。大势，这个棋。不能蹬也不能吃啊，要怕打炮打士是一个很精妙的战术。炮打士，如果你知士呢，我一杀炮先手，你这边也对车。我吃了炮叫杀，这个车就可以蹬了，你没有闷弓了。那黑方呢？马三退五呢？马三退五，他可能出将了。出将也是丢车，那黑方只能躲，逃这个躲开，对。平车对炮或者吃点兵吧，吃。然后红方呢，可以给他还价一炮，或者先吃这个也可以。如果你支了不行，杀死了，你要是蹬了呢，我将来的炮击兵我再还一个炮，这也可以。蹬了一杀，杀在马八退七嘛，马八退七手。就是这个棋的黑方呢，并没有这个卒五进的这个手段，或者说走出卒五进呢，可能红方机会还不错，所以红方还是应该考虑先去捉。那换了嘛，那就换了。那这个车呢，换一个好位置。
那他是不是也担心，就是说我吃了你吃，我再平炮，这样对，但是对了也不怕。其实对了，双方也是接近军事，对对对啊，就是红方可能略亏，兵线还略亏一点点，因为少一个卒，但是呢，比他实战结果要好。嗯，他实战呢，他走了马五进四，马五进四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交换的位置。嗯，当然这个棋呢，后边还有戏剧性的，嗯，对，还是有反复。嗯，看啊，这个马很厉害，对，这个灯笼像黑方必须要换掉。对，当时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小聂可能看到这个炮打马，哎，他觉得这个是个先手，就是说又打车又吃炮，然后又打象，你又回不来，你车让就是中间打着中象呢，也挺厉害的。对，他可能觉得这个棋啊挺先手在握的。对，他肯定算到这儿就觉得这棋大优势。但实际上这个棋呢，嗯，就是也非常微妙，黑方有一个巧招化解，但黑方实战当中呢还没走好。嗯，我们来看这个棋，确实这个终局啊，这个战斗非常的非常的有趣哈，下的这棋黑方呢，应该说最好的棋应该去扒平了，嗯，直接就是顶着这个炮火来对局。嗯，但这招棋实战当中黑方呢比较难看出来这招棋。嗯，是啊，这个棋如果你对他将来这个炮打这马是先手，绝对是红方不利，哦，啊，对掉肯定是红方不好了。你打呢，他也打回去了，对，这也不行。如果你军四平二呢，黑方这个军呢可以让一下，逃开，我仍然打这个先手。但是等于是这黑方兵线守住了，然后这个中象的威胁，你看啊，这个战术打掉了，还有纠纷一打，这样等于是黑方肯定占优。嗯，啊，因为黑方多了一个中卒，红方阵型还是零碎的。嗯，那他比如说再走这个，啊，黑方呢这会儿简单的可以车二平六，嗯，他也多卒占优。另外凶狠一点还可以考虑打底士。嗯，你只能舔，黑方车二平五，一占中军，捉士。你不能进将，进将我把你炮吃了，红方还挺难硬。将来这个炮，车二平五是不，这个车二平七是不是也可以？车二平五好像显得更好，因为直接捉士嘛。嗯，吃你士，下步我可以再打象，而且保住中卒了。车二平七也可以考虑啊，这个都行。好像有一些战术手段哈，嗯，这个棋子就是说，作为黑方来讲呢，肯定是非常乐于接受的，嗯，啊。但是实战当中呢，黑方也没有发现这种变化。他走了一个另外的办法来化解红方这种。哎，黑方呢也走得很巧。又打车又打。就是说，周一平呢，应该说他的计算力啊，而且对局面这种绞杀的这种能力呢，还是非常强的。但是这个棋呢，由于确实的棋局非常复杂。嗯。那走出十五进六呢？他走了一个十五进六，这也是一个巧手。应该说，车八平六本身啊是一百分的棋，嗯，这条棋从道理上来讲也应该达到七十分了。起码也，但是后边呢，最主要给了红方另外的一个机会，所以黑方十五进六呢，实际上呢，严格的说可能是及不了个五十分，嗯，啊，但是从实战结果来看呢，他应该说达到七十分甚至八十分，所以说这个实战当中呢，分析是我们赛后分析，对你当临场的时候我也可能看不清楚，对临场的时候不会把棋都走成一百分的哈，车四平六，交叉六。黑方只能退一，因为有因为你要是知士的话，抛弃进二，这个红方也是先动手就杀，黑方盯不住，黑方守不住，所以这个车二退六守必然。对，那么红方看到这个兵三进一是一个先手啊，嗯，这拱过去了，这招棋走的也非常不错。黑方进打了，然后他吃掉。嗯，这棋我们呢先把定格停一下是吧？嗯，为什么要定格呢？就是红方，我们先解释一下，嗯，这个兵三进一啊。是一个很必要的次序，嗯，如果红方先走炮五平七的话，嗯，黑方恰好有马八进六的手段。哦，当你炮七进二的时候，黑方这个马呢曲线救国，他刚好可以把这个马护住，那么黑方，啊，这个将赢得以后的战斗。对，一个打马将来他是一只全都是回炮一打，对，他这个阵型就工整了。嗯，所以说红方呢直接拆炮的时机呢还不够成熟，直接去阻杀不成熟。对，那么红方进兵呢，趁这个机会又拱黑方炮的时候呢，恰好呢是一个就是可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把这个换了等于是。这黑方打，哎，我们还要你说还是不能走这个，哎，是吧？走这个就意味着红方啊错失了这个机会。不仅错失，而且这个棋后来很难下。嗯。走到这儿的时候，红方呢，这个兵三平四可能这个聂铁军没有深思。你说他应该走这个炮平七？红方非常厉害。这个炮一平啊，大家看啊，红方要走什么呢？这个炮七进二一沉，这个叫绝杀，瞪着眼睛把你杀死。我是不是先顶住呢？
你去二平三以后啊，我就可以再吃了。哦，再吃了以后，你的势就逃不掉了。我将来可以随时炮打势，炮打势，双剑手，你这个势逃不掉，你这个车在这儿呢。对，这个棋红方呢就是占用。嗯，比如说我这样再补一个呢，补也可以打，不影响打，这还打这个车。嗯，所以这个棋黑方就坏了。黑方形势就比较被动，但他不走这卷二平三，那黑方有什么办法呢？嗯，我们给大家简单，我觉得这样也能下吧。你看，比如说这样，我就补一个。那是打了。你打了我就对车吗？嗯，把车对死了，应该黑方也还可以下吧，这个棋。这个棋甚至红方还可以先打士，先跑棋平打。你这个炮也不拱吗？对啊，这打士也很厉害，这炮子退一，这一退，就是这个。炮子退一，你说这样下？这个。绝是怕双车啊，这个太厉害了，卷二平三肯定是不行。嗯啊，我们看黑方还有两种走法啊，我们看一下。那么黑方，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对，把这个让开，金炮，金炮红方也让开，它一沉怎么办？下几炮，对啊，黑方炮六平五给一将。嗯，你象不能飞啊，象是闷弓，象飞了闷弓，你只能，你也不能向这边，只是这个把车挡住 了，只能追这边，只能射五进四。嗯，这个是杀，车六进一或车六进八，双车错。嗯，这个底线呢，等于两个炮是被黑车隔断了。那么黑方那个象，就是老将为了这个腾挪这个位置啊，那他只有两种飞法，一个是飞兵，一个是我们先看这个飞啊，这样应该也不行，我们要照顾，对，照顾很多。我们普及这种爱好者的这种水平，再点，再想，嗯，再降，再想，嗯，给他降到底下来，嗯，给双车卡死了，嗯，然后出将，出帅音，这个助杀，这是绝杀，嗯，这是杀棋，怎么杀呢？我们给大家，比如说他打，我们将将上，再将上，在背后一将，嗯，下步车六退一，对他，无论你补哪个士，他都车六退一杀棋，嗯。好，那这个象。不能飞兵了，这看这个兵不能飞。嗯，那黑方只能去飞这个象。飞高象，嗯，这个象的好处就是捉着炮嘛。对，红方再用这种杀法呢，那不行了，不成立了，是，因为这个底炮在黑方。你看降到这儿的时候，比如说还是降到这个位置，就是你再出，你可以杀炮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哎，但是红方呢，可以把它降到这儿。嗯，降到这儿的时候，它可以吃士，这是一个先手。嗯，这样这个棋黑方也盯不住。嗯。吃士下步，车四平五将死你。对，那黑方只能回马或者落士，落士他车四一又是先手。对，假设回马吧。回马，我们去扣一枪，黑方只能落士，嗯，红方出帅。出帅，绞杀。这个棋还，车四一提死。嗯，只能是出将，要出将要升子。啊，肯定将要离远一点。嗯啊，红方这个时候呢，他也不用急于进攻了，嗯，他把自己的这个阵型啊，这个，规整规整。棋不是进攻的问题，他，嗯，把炮打了也没问题了。是啊，炮打了应该说也是胜势。这个棋，就说红方，就简单的说，把红方这个机会肯定是胜势了，对，啊。红方这个机会就非常的多了。这个棋，所以说这个棋呢，那红方呢飞恐怕也是有一些。所以说红方这个炮五平七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如果走出来，红方很有可能就是一鼓作气了。嗯，啊，黑方这棋真的很难受。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红方没有走出来，他可能也是由于时间紧张，嗯，另外没有发现这个对对这个凶悍的攻势，这个底线。结果红方把这个拱了。嗯，我们看看什么结果啊？那黑方赶快补一下这个棋，对，补了。现在再炮五平七没有用了，对方回炮打车。对，就是你底线那个炮送不下去了，刚好你这个拱了之后，他这个炮也坏了，所以红方也是没办法下下这个。吃兵，看起来双方兵力相等。但这个棋不太一样，就是红方的这个右翼太空了。对，红方这个阵型啊，这右翼出了问题。太空了这边呢，他马八进六这么一踩。他盯着你的炮，嗯，那这个棋挺厉害的。他现在要换炮嘛，换炮了一平，这边右翼主要太空了，太空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八进六，然后他要担心啊，他担心，炮七退六一打，这个棋要是换的话呢，暂时黑方呢
倒没有特别明显的棋，暂时反正他也不太好，应该说也差了吧，这个棋换了你也差了，应该也是黑方好，对，但是黑方呢走得更加，对，他走得更好，这个庄玉婷的技术特长了，对，炮一回，因为他这边太空了，我们刚才说了，炮这底线，他底线有棋了，对，八平七，八平七，他这个棋怎么办？你飞也飞不起，我估计啊，这个棋，李景文应该是这个地方，我觉得算的有是有金丝，应该时间特别紧张，就失误感觉，从那个最后的这个进程来看，红方应该时间非常吃紧，对对，应该有问题这种。没办法吃，只能吃了。那这样一打将就把车给打来了，打一将，只能之势，只能之势。那这样打，等于打完车以后，这种红方还没法吃这个白打这个，他将来这个双车错，对，两边漏风呢，这个棋。那么走到这个棋呢，聂景文一看这个形势啊，等于是应该没办法逆转了，对，因为你吃不到这个炮的话，等于是多子黑方胜定，双车啊，马上得出棋。对。你出来吃的话也是这边打将，这边也是个空空头车，对，所以很难防守了。那么走到这儿呢，红方就主动认负了。嗯，短短的27个回合，对，非常短，小精悍。这盘棋呢，双方杀得非常激烈。嗯，啊，当然，红方呢还是有一点遗憾，没有走出这个炮五平七。嗯，但是这盘啊激烈的对攻呢，我想仍然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好，稍后还有精彩的对局呢，再带给你。它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拉力赛，它是挑战极限的赛车运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穿南北大陆，全长9574公里，高原。